其实不是特别复杂的东西，我们想介绍一下 Xperia OpenStack Concept 这个概念这个产品。那个有这位主讲，所以有需要录他音的人，可能要对他录音。是我通过 Xperia Ear 这个已经在市场上的产品，我们做到了hands free 和iceberg， 就是它释放了你的双手可以做其他事情，并且听到其他东西，并且你可以看到看着其他东西做其他事情。然后我们希望进入下一步，更进一步的创新，更大的创新，那是什么？我们想解放你的双耳。然后至于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，怎么通过 Xperia Ear OpenStack Concept 这个产品做到这一点是，我们通过索尼独自核心技术是。这里是发声的发声器，通过这个空间声传导的管，然后能够把声音直接输入到你的耳道里面，而这就是我们不是通过骨头什么的，直接通过空气输入到你的耳道里面。啊，因为这个环是个空间的环，各位大家可以试验体验一下，所以这个空间的环导能够让周围的空气。也能进入里面，所以声音通过空气传导的话，能够同时接受两种声音，就是同时接受两种空气。我们通过这种技术，能够让你，比如说你在跑步的时候，然后后面有部车，如果一般的那个封闭式的耳机的话，有可能会听不到它的喇叭声，或者听不到它在过来，这样很危险。然后你会听，当然你会还是会听到音乐啊，或者是它的那个 navigation， 说前方左转。但是如果通过用我们产品，你既能听到前方左转，同时还听到后面有喇叭声音。对，解除很多人，这它的 use case 有非常非常多，它有很多的可能性。然后当然了，听才能够让大家幸福的话，我们这边有两套产品，可以给大家试验一下。啊，我们最后的 design 的那目标会在我们的那右手边，就往后的那边，请大家拍照的话拍那里，然后试验的话我们 prototype， 因为还在那个研发当中，所以说有可能会戴起来不是百分百的舒适，当然没有任何不适，大家请谅解，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或者问题可以问我，谢谢。